今天又是周末啦，我们今天准备去钓鱼，主要是龚同学要钓了，我就是属于陪同。应该是我们俩第一次在来澳洲之后，我们俩第一次钓鱼吧？没有。之前钓过吗？钓过。哦，之前有去钓过一次，但之前是跟朋友一起。然后这次呢，就是因为我们钓的经验很少，然后就是其实还不太知道就是在这里应该怎么钓，所以呢我们找了一个很有经验的老师傅，是我一个朋友的爸爸，我们就是先跟他去学一下。然后我们钓具什么的也没有嘛，所以的话要先去买一下钓具，然后跟他学一下就是具体的都怎么操作。采访你一下，你兴奋吗？你不是一直念叨钓鱼的事情吗？兴奋感，很兴奋嘛。他昨天晚上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就说啊，明天要去钓鱼了，好开心啊。我好像第一次听到你说什么要去干什么事情好开心，有没有？ OK， 那我们今天的钓鱼之旅就开始了。我们现在已经开始钓起来了，钓竿架在这边撑好了。我们现在钓的这个地方是一个相当于连接外海的一条，算河吗？算一条连接外海的河。今天天气不是很好，不过还好，如果天气好的话估计会很晒。感觉钓鱼这个东西真的是蛮费时间的，我们已经做了有20分钟了吧，一点动静都没有。我还第一次知道钓鱼的时候要夹一个这个小铃铛，这样子鱼咬的时候它就会当当当当响，就知道有鱼上来了。呵呵，一下子就钓上来了，有东西在上面在动啊。哦哦哦，呦呦呦，这应该好小啊，它太小了，赶紧给它放生吧。这应该得放了吧？这肯定要放了呀，这太小了。你没看呢，你没有看。是我画的呀。怎么搞的？这个麻包的这个材质太不平整了，坑坑洼洼的，所以想要画那种非常利落的线条就很难画，感觉得非常的小心。我现在准备去上瑜伽课，已经换好衣服了。你们看我现在这个肚子，这个两边的肉。最近吃的已经是挺控制的，但是就是运动的量还是有点少。然后我差不多2周之前开始去上瑜伽课，上周的时候稍微停了一下，然后这周重新开始。我其实开始练瑜伽已经差不多有2-3个星期了，然后上周的时候身体不太舒服就没有去，停了一周，感觉停了一周那个肉就开始松垮起来了。然后这周好一点，我就赶紧又开始去了，感觉每天练一练。其实瑜伽我觉得主要还是 stretching 和有一点点就这种核心力量训练吧，但是就是每天做一做这种瑜伽，这种 stretching 就感觉整个人舒爽很多，尤其这种每天做 office 的，就是每天有拉伸一下还挺重要的。出发去上瑜伽课了，我今天瑜伽课是7点钟，然后5点多将近6点才到家，然后非常匆忙的搞了点沙拉吃了一下，先赶紧出门。Hello， 吃完晚饭去上瑜伽课了。今天不是瑜伽，今天定了一个 Barry， 就是有一点像瑜伽，然后加了一点芭蕾的那种动作，还有元素在里面那种结合的。这个课我之前有上过1-2次，它是不像瑜伽就是比较 flow 的那种，它是运动量会稍微比较大一点，有点像普拉提的感觉。因为我前一阵一直就是在练瑜伽嘛，瑜伽其实我觉得它运动量不是很大，但是 Barry 这个的话它就是运动量会比较大，我也想要就是稍微做做运动量大一点的，不然感觉这个肉根本减不下去。Hello， 又是一个周末啦。我最近在收拾家里面，就是你们看非常乱，那边有2个箱子，因为我最近腾了一个柜子出来，就是想把这些东西全部都整理一下，然后还有很多鞋盒，最近换季了嘛，所以就是家里面的衣服呀鞋子啊什么的全部都是要整理一下，把夏天的衣服什么的全部都收出来，然后冬天的衣服要往出拿一拿，如果不往出拿的话，那些鞋啊衣服什么的真的等一整个秋冬过去了，你都发现这件衣服我还没有穿过。所以今天的时间的话就基本上全部都用
用来整理家里面。然后呢，我们明天又要出去 camping 了，所以我现在呢要去超市里面买点东西。我上面穿了一个这个 The Open Product 的这个开衫，他们这个开衫也是从去年火到今年，但是的话因为澳洲反季嘛，所以去年大家都在穿的时候，那时候澳洲还是夏天，但是今年我还是终于把它买到了。这个毛衣其实不是很厚，薄薄的，但是它的质地是那种稍微有一点绒绒的质地，所以其实穿上身非常的舒服，然后保暖度的话也还可以。然后非常喜欢它这个走边的这个摆线，我觉得很好看这一件。然后背了一个 Jill Sander 的这个小包，这个包包呢也是我最近非常满意的一个购入，这个包也是中意很久了。我其实一直在纠结它的颜色，是想买这种比较 neutral 的黑的呀棕的，还是说想买一个比较 colorful 的颜色。但是我就发现我买东西我一直在反季买，就冬天买夏天的东西，然后夏天的时候买冬天的东西，因为现在冬天要到了嘛，我想我这次还是要买一个现在就能背的吧，所以还是买了一个黑色的，我觉得黑色还是比较百搭一点。其实黑色的话即使你是夏天穿白裙子什么的也是可以用的，就这个小包也是又轻便又好背。 OK， 这就是今天的 outfit 了。我感觉人瘦下来之后就是会对自己的这个 outfit 啊什么的会更加上心一点，因为感觉瘦了之后穿衣服什么好看一点，自己也会想要好好的打扮一下。每次买大袋的面包都吃不完，直接买个小袋的。我现在东西已经全部都买好了，我每次去买东西的时候都会列一个这个小 list， 然后买好什么就勾一些，这样就不会漏东西。所有东西都买好了，现在回家开始准备装车。我们这次估计东西又会特别多，因为天气冷了嘛，就是带的睡觉的东西会更多更厚，不知道车还能不能装下，我们还有点担心。完全不像周日明天要上班的感觉，因为对我们来说，对，明天就是不要上班。现在是已经是周日的下午了，我们其实出发有一点点晚，现在一点多钟了。然后这次我们去露营的地方呢稍微有一点远，要开3个小时的车程到那边，所以我们到那边的话差不多已经要4点多了。然后现在天气有点凉嘛，其实日落也是挺快的，我刚查了一下5点多就日落，所以我们今天到那里应该会挺赶的，就是赶紧把帐篷啊什么搭一搭，然后准备吃饭的东西就 OK 了。我们这次的话是请了2天假过去，所以呢今天晚上待一晚，明天会再待一晚，基本上也是我们可能今年冬天之前的话最后一次出去玩了吧。因为后面的话天气太冷了，就感觉不是特别适合露营了。此去的话东西带的也蛮多的，因为天气冷就是带了很多就是保暖的东西，后面也是塞的超级满的。然后再加上这次我们去的是一个湖边嘛，然后还会去钓鱼啊什么的，也带了一些钓具之类的。 OK，我们现在已经到这个 park 这里了，然后这个是很大的一个 park， 很大一圈，然后因为是在一个湖附近嘛，它就是整个地都是围着湖的。
这个湖边的景真的是太美了 ，Oh my god！ 而且湖水很平静，刚好夕阳洒下来。我们现在来走一圈，选一下我们搭帐篷的地点。这个风吹的还是有点冷的感觉，凉凉的。哎呀，我们帐篷已经搭好了，刚刚以非常火速的速度把它给搭好了，因为我们到这已经四点多了，然后我刚查了一下，五点出头的时候就日落了，所以趁日落之前把所有帐篷啊要搭的东西全部都搭好。然后我们这次呢把我们的装备稍微升级了一下，我们之前睡觉就是没有买那个充气床垫，我们自己家有一个就是有点像 foam 的那种床垫，还是有点薄，所以这次的话我们升级了一下，买了两个充气床垫。我先来把床垫充一下。你看看行吗？这个床垫充完了之后还是挺厚的，很厚的一个床垫，我觉得我们这次睡觉应该会很舒服。OK， 现在我们的床铺已经弄好了，因为这次加了那个充气床垫，所以整个床的高度就很高，应该睡着蛮舒服的，蛮厚的。OK， 床弄好了，这下我就安心很多，不然摸黑在帐篷里面就是铺床啊什么的就真的很难弄。 OK， 现在赶紧去弄吃的了，我快饿死了。感觉这桌子是不是感觉有点矮，要不要调高一点？感觉有点矮，要调稍微高一点，你觉得呢？我们现在已经生火准备做晚饭了，今天第一顿就是吃烧烤。其实我们出来露营基本上都是吃烧烤，我们就是买那种人家做好的现成的烤串，都调好味的，这样就比较方便，我们到这直接烤一下就行。这也是我们这次升级的一个小装备，里面是一套烧烤用的用具。之前我们每次都是把家里面烧烤用的一些东西就是拿了带着，然后呢每次回去之后还再放回家里面，就一直拿出来再放回去就很麻烦。这样一套的话我们都是以后 camping 的时候用，然后用完了洗干净放进去下次再用就行了，就不用拿来拿去的，就很方便。现在天其实已经非常晚了，看后面好像还有一点点亮光是吧，但其实我们周围已经非常非常黑了，然后我们把这个灯给开开了就还行，稍微有点光。我们刚刚把火给升起来，然后烧烤的那个炭也给点着了，现在开始烤东西。但是东西烤好还是得有一段时间，我先来喝点啤酒。哦，这到现在都没停。这个啤酒我们是放在冰桶里面的，虽然现在天很冷，但是感觉啤酒还是应该喝冰的。哦，冬天喝这个冰啤酒真的是透心凉。Oh my god！昨天我们到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就景啊什么的看得不是很清楚。今天早上起来你就看到，哇，整个水面波光粼粼的，真的太美了。我现在要煮点咖啡喝，这是我的
摩卡壶，室外煮咖啡专用。但是我估计那个炭火的热度应该不太够，所以我想说用这个气炉煮煮看，看能不能煮出来。还是能打着的，就是风真的有点大，就找点东西帮它挡挡风。牛奶就放到炭上面热一热，我的咖啡出来了，还是可以煮出来的。我们现在去湖边钓鱼啦，这个湖感觉挺浅的，不知道好不好钓呢。脸都没有洗的。你脸没有洗吗？早上起来我去洗了一下。嗯、你早上是不是钓过一阵了？嗯。钓的怎么样？没东西。是太浅了还是没有鱼啊？不知道。那有可能是没有鱼。有点热，用错了。那等会儿用面包试试看，好不好钓？嗯。但这个点好晒啊。哦，还挺远的。刚刚钓点不太行，水实在太浅了。我们现在去往另外一个点去钓，看看那边可不可以。把你头是帮你吧，不是十二刀挺火，我也不是不把你弟弟，这样会死掉，快点，我在喉咙啊，你不要脸，快点，我在喉咙啊。别锁了你了、正常你住的地方这个鞋选不够上就必然去修理你。嗯，你动脚每个东西同样多少钱。 OK， 我们结束今天的钓鱼活动了。今天的钓鱼活动的成果是一无所获。刚刚听到几个下船到中间去钓的大爷说，因为天气有点凉了，这附近已经不太钓到什么鱼了，鱼都到中间去了，所以我们就当消遣一下吧。两个人都钓得很饿，现在我们回到帐篷的地方去吃东西。这个口应该就是抽取的。
哎呦，靠着这个，对吧？哎呦，这是不是好了？这感觉好了。我们昨天到这的时候基本上已经日落了，然后晚饭的时候就是乌漆麻黑的摸黑烧烤，然后今天就是趁着天还亮亮的时候就开始烤起来，超好吃。继续要赶快吃了。 Hello， 我们已经到家了，刚刚已经洗过澡了。我们到家把东西收拾收拾之后，两人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赶紧洗澡。在野外待了两天就感觉哪儿哪儿都不是很干净，一直在生篝火呀、烧烤啊什么的，身上全都是味儿，然后就感觉脸上皮肤特别粗糙，赶紧敷个清洁面膜。我现在敷的是新兰的那个冻膜。我们这次去的 campground 是叫 Lake Seclair， 它是一个专门用来 camping 的一个，有点像一个很大的一个 park 那样子的。然后那个地区呢，它的整个就是你用来 camping 的地方，草地啊什么的，全部都是围绕着一个湖，所以的话那边风景就非常非常的漂亮，比我们第一次去 camping 的地方就是风景真的好看非常多。而且它那个湖不是说是小小的一个湖，它那个湖是有这种形状的，这样弯连着，有点像河一样的，非常大的一片湖。你早上起来到傍晚的时候、黄昏的时候，就是一天的那个风景的那个感觉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光线的那个颜色不断的在变嘛。然后你从早到晚一直能看到那个湖面上在光的照射下就是波光粼粼的，就真的很漂亮，让人身心非常的愉悦。但是呢我们还是提前一天回来了，本来我们订的是两个晚上嘛，但是我们昨天住了一晚之后，今天呢大概到晚上大概五六点的时候我们就回来了，今天晚上就没有在那边住。主要是因为那边的地形的关系，我们是在湖边嘛，所以晚上的风就非常非常的大。我们带的帐篷是一个那种双层的帐篷，你能感受到那个风一直往那个帐篷里面灌，所以它那个帐篷那个两层的布一直在这样啪啪啪，就是呼呼呼，整个一个晚上就是呼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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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声音非常非常的大，就是晚上几乎没有办法睡觉。因为现在是冬天嘛，如果说白天有太阳照的时候是没有什么感觉，就是还是挺暖和的，有的时候穿短袖都没有关系，但是太阳一旦落山就非常非常冷，真的非常冷。我们俩就是生着火，然后靠火靠得非常近，然后上半身还是会觉得有一点凉凉的。所以我觉得 camping 的话在冬天还是真的要做好这个保温工作，就是可能舒适度来讲其实没有春秋的时候那么舒服吧。我们今天白天的时候去钓了鱼，然后稍微玩了一会儿，把我们的 barbecue 的东西啊把它解决掉之后，然后呢我们在差不多傍晚开始天色渐黑的时候就往回开，然后差不多也就八九点的时候就到家了。今天晚上就可以在家里面睡一个非常舒服的觉。那个地方其实还是挺值得一去的，给人的感觉是非常的 peace， 非常的宁静祥和那种感觉。可能因为我们去的就是不是什么节假日吧，也不是周末，我们是周日晚上到的，所以我们去的时候呢那边人也不是很多，就是每一个帐篷跟帐篷之间都可能离得有十米远这样子，所以的话就是感觉你的周围根本就没有什么人，非常的安静。然后钓鱼的话我们也是尝试钓了一下，但是可能因为天气比较凉所以就没有什么收获。但是我有碰到几个就是可能经常在那边玩的，可能年纪大一点的，就是爷爷类的，他们说那边的话通常是会有鱼钓的，但是可能冬天就不是特别好钓。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想要休息放松 retreat 一下，那边还是一个挺好的选择，感受一下这种非常 peaceful 的这种湖边风光的话，我觉得还是推荐去一下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